这个要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。同一颗，他们有听得到吗？他先走吧。太平了吗？太平了吗？随便啦，都可以啊，去吧，去吧。
被土的。交换，现在交换。交换不要。不要。有啊，我帮你开啊。我帮你开。出太阳就是最容易结冰的时候，要是明天都没出太阳的话，那就安心了。好像会出太阳哎。会吗？对啊。我之前看觉得很高兴，它是阴天呢。我昨天看到太阳。不过我觉得同安湖这边好像早上都会出太阳，因为它的东边是那个什么岱广，老是不下雪的地方嘛，有可能。我看看。真让人害怕的气象。但 Google 说现在晴天也是没有道理啊。明天是多云偶有雪，整天多云，感谢他，真好真好。的时候右口袋没有拉，里面没东西吧？没东西，因为我要把那个棒子拿出来。嗯嗯嗯，就没东西了。啊，好紧张，拿着棒子就紧张。对啊。嗯，没摔倒啊？有啊，第一个在那边摔倒。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转弯我都会摔倒，还是在看着要滑的时候我就会摔。那边有变平，而且有松雪。变平，对啊，那边比较缓啊，那边又转弯又要缓。对啊，可是那边就是有一块，不是就有看到土吗？嗯，有一块就是有土，上面刚下来。有很多地方有土啊，土的地方我都不刹车的。因为要刮换偏慢。不然有土的地方你就去最左边或最右边弯。一定要它。对啊。看到土就有点紧张。嗯。白子不是你的。是啊，但是又觉得好像很滑。嗯，有土的地方摩擦力还蛮大的。对啊，哦，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摩擦力大就比较不滑？欸，就是一般般啦。好，但是我不喜欢磨板子，所以我没有去感受过它。我那个人在做好，我没有做好吗？全部都做好的。我
多。这场好像不错哎、欸，载、欸、东西耶、欸。他拿那个一路铺下来，他拿了两个那个橘橘垫啊，他们要开这个雪道了，所以他要帮柱子放橘橘垫哦，要罩起来。我们刚下缆车的时候有看到他正在拉橘橘垫，结果我们滑完了，他才落到这里而已。他们要装橘橘垫了哦，所以他滑哦，他还有拉，因为他拉着线啊，他要控制他滑到左边那边。啊好吧，之前没开的原因是因为橘橘垫还没铺好，撞上去了不得了，撞上去他们要赔钱了。那其实包了这个撞上去也是不得了，对，也是不得了。只是他们说我们有做哦，你这个是个人责任，不干他们的事。啊，他们一个垫子一个垫子这样载，这个现在看起来已经装了四个柱子了。哦，那有两块，所以它的这一块再下一块，他一次拉两块，对。有趣有趣，有录到装橘橘垫。对哦，你的 GoPro 这样有录哦。有啊，真的很小啊。嗯，我们上次在藏王就录到有，我们起先坐缆车，然后再看到地上有一块雪板，一块一只 ski。然后我就说，一定是我们前面的掉了一只。然后接着坐到快下缆车，就看到有一个人用一只脚在滑，而且他滑得很狼狈，他一直想到蹬蹬蹬，然后就哇快摔倒了，这样会。因为他也不习惯，哎，可是你 ski 一支这样子可以不太行。特别那种教练级的，大概 level 三、level 四的，可以用一支练习，可以。就只穿一支。但是那个人应该是不大行。哎呦，哎。哎，这边是蓝的、啊、这一块。对，它的中间一小块蓝的。不错了，已经有办法往右了。我第一个就是先不要滑倒就好。你会往右转了。他就是要刚反就这样，他就往右啦。可是我之前是怕我重心不好，所以我都不敢去调整他。不管前面是这样或这样。嗯。啥？嗯。在绑，我后来昨天有看地图，他们在绑那个柱柱的那一条叫做 Highway Costa， 对啊，然后我们一直滑的是 Nasta。在更右边有一道，在更右边有一道，你坐缆车会看到。这里就有池啊。最右边那一道。最左边地图上最左边那一道，最左边那一道，对啊，完全会压雪，但是下半部会推不过来。我们好像没滑过那一道，它中间有一个一排树隔开，然后我们从来没滑过那一道。很暖欸，谢谢你啊。
我现在就突然想到才停下来啊，而且中午忘了看影片了，好吧，那要在河流注意那边，我先帮你录吗？来得及啊，下面有一个安全帽滚走的那个谁啊？是他的？是吗？好像是耶，滚好远哦，滚动哎、欸！你人在那么上面，帽子已经下去了。帽子跑比你快。因为没有扣，是不是？有扣啊！你看有扣。太松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怎么扣起来了？对。哎、欸，扣不下去。因为扣到那箱子。嗯。他滚了，半座山。有人就在帮你救，一直救，救不到。他就冲下去帮我拿，太好笑。好圆哦，滚走了。嗯。那我整个摔啊，嗯，摔，因为我本来要停，然后就摔停不住就摔。脖子还好吗？还好。现在就要放软给他摔。你把放软给他摔。啊？放软给他摔。戴好，再戴紧一点。哇，鞋都血了，好白了。哈哈哈！哈，哎，我这里面有霜的哎，哈哈，开车那个玻璃很霜，太冷了。这种坡度，来练习小转，就是上次讲的换脚八字换鞭法。不可以扭腰哦。我是动脚啊，不是吗？只动脚，不能扭腰哦。不然强迫不扭腰的话就叉腰，然后头低低的朝前，然后先压左边，右脚抬下，然后转脚，再压这样。但是我很没力。哎，你上半身朝上倾了。就是要再弯低一点，哎，对，这样差不多。你看我上半身像老头一样在朝前面，那下半身转而已。他还没到这里啊，欸，我们现在的这个他会啊，他就是后脚甩来甩去那样子刹车啊，对啊，就是老头样。你看我往下滑的阶段非常的短，欸，
要骑哪里？哦，扣子啊。全身放软，右脚加左脚。侧滑多的话，你上面积雪就多。两边都有啊。嗯。两边体上都有，都很满。嗯。还有吗？还有头盔吗？不会，但是有点吓到，我的安全帽滚那么远。圆形的东西很圆的、啊。而且还好，它加速很亮，有没有？所以才看得到那亮亮那边转转转。没有，要整个黑的，雪地上就它黑的、啊。在那里滚，没有，它真的有亮亮的这边。而且我一看到是橘色的，我就觉得这个很像。然后没看到你啊，因为你在线下面。但是有，他有跟我挥手，我想问我挥手啊。没有没有，啊，你们都没有看我。当然没有啊，我还在上面呢。对。嗯。然后还有那个人就赶快冲下去，然后他越撩他越滚。其实他不用捞，他最后就会停下来了。可惜 GoPro 里面只有一个小点， GoPro 看不到。看到我是光秃秃的头。没有，你那是黑帽子。不然你下次可以戴肉色的。你摔出去，什么可以走？就是停下来，然后就是往后仰，然后就整个帽子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开始滚。我摔的是还好，因为现在越来越知道怎么摔了。我是怕敲到头，我觉得雪板最可怕的是动。他就是先敲到头，然后他才摔出去的。至少他要保护你，然后就我身体要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掉了。哦，是起来的时候，对，还好不是滚到敲到，然后他就飞走了。哦，他说我先走啦。是的。嗯，怎样？你会疼吗？还好。我觉得坐中间比较好。是哦，为什么比较好？我坐旁边觉得比较冷。没差吧？我现在不冷了啊。刚刚去追球球就不冷了、啊，再丢一次，哎，好远啊！去追球球，然后就不冷了，好烦，当我狗狗、啊，对啊，冲下来就是我。你那时候冲很快啊，我也冲过去，对啊，来不及啊，他滚的实在太快了，我追不到，超好笑的。看看那么重要第几个柱子了？哦，所以他们这个也会绑？我印象中，这个应该不会。中间不绑？这不是正规雪道啊，所以他应该不会绑。刚刚那是雪道上的柱子啊，哦、所以他会绑啊。嗯、这边，这个你撞了就你的错了，你不应该绑。没收雪票。对啊。我觉得滑雪现在对我来讲也蛮陌生的、欸，是三年的关系吗？对啊，因为以前就一年一次，其实也是浪的有点久啊。嗯，绑完啦、啊，他们都走了，搞不好他会把网子撤掉。有那么好心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中间都是草，应该不大行。我觉得他们明后天才会撤，或者是礼拜六正式、欸，他们明天才开始卖雪票。正式的，不然都出滑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预报是三天后暴风雪，他现在绑好，然后三天后
那时候来滑的人应该超疯狂的，對，超赞。住宿贵很多吧？嗯，我现在还在想要怎么办。如果明年我还要搞机票的话，第一，我觉得真的买一张就够了。嗯，对，千算万算，我们应该没办法搞那么久。然后第二件事就是用他的住宿要怎么买的这件事情。我对我对于雪道的宽度非常满意，真的跟富良野比较过的话，富良野雪道真的不行，太窄了，很窄哦，一半宽度而已。哈？大部分雪场我看，应该有三分之二吧，你讲一半太严苛了。没有，大概只有一半。你就试试看，你就试着等一下滑大弯，你有办法从最左边滑到最右边？很远啊，很远，根本就只能直走啊，对啊。他富良野是人直走，他大概可以容许两个人或三个人同时做大弯。我说刚刚这个雪道，至少两或三个人一起做大弯，但是富良野大概只能1到1.5个人做大弯，没那么宽。而且我们要一直做 romance chair， 一坐就十分钟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坐几分钟？这个很快哦，这可能7-8分钟不到。大概我们滑的时间跟坐的时间各占一半。对啊，因为它下面太平了。对，它太平那一段就觉得有点烦。是还好。哦，好雾哦。抬不起来。抬谁？没事。又来滑了。好啊，二月来滑这个。我觉得我不要求洗外面，我只要自己洗一洗可以。快！我觉得是那个没有真正勾起来，那个是假的，它并没有放到下巴上。那个扣住是假的。你看我的扣是在扣在下巴上。你要把带子缩短到扣到下巴下面啊。对啊，你的带子是松的。你还是在滚动。你的带子没有拉紧。我们是在外套里面，下巴。我们都拉到最紧呢。这里有办法测降吗？可以啊。啊？我还没下，不要。可以单脚测降。单脚测怎么降？单脚测降为什么降不下来？如果单脚降不下来。单脚降了下来的话，你看重心完全是左脚，然后其实滑行的时候重心要达到这种程度。我可以啊。好，接着换边。转过来。对，看另外一边。
单脚侧降，哎，先平着，先平着，用一样的难度，可以吗？降不大下去就，哎，可以哦，不错哦。这样很好啊，这样很好。啊？内侧啊，钢边在上啊。好了，走吧。可以啊，这就是刹车的 pose， 正确的 pose 是这样。哦，你要不好路哦？好啊，好啊。哼哼哼哼，还要往上爬，要转向才行呢。这样弯腰要怎么弯呢？哦，转向，转向，转向。哎，是朝上吗？没录到还是？看不到。哦，看不到，因为在线下面啊。那你要录从这里到下面为止吗？这一段非常长。啊？我帮你录啊。你不要。不会啦。这一段上半部稍微陡一点点，接着下半部完全是平的。啊？很丑？不是啊。你就坐那个啊，坐正面朝下就好了。你心里面想的正面朝下，头往前压，压压外侧脚，就会比较好。要吗？要吗？试试看，反正你可以做得到，你就做一次看看，看看拍出来姿势是怎样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从这里好了，这里这里很好，这里比较好。好像也不能太缓哎，那里隐约有一条线，这里也隐约有一条线。我去那边，我会去那边拍，然后你从这里出发。对，路径稍微是先往那边滑，再往这边滑。不知道哎，好了。不换直直的吗？好，也可以直直的，但是这第一段会比较陡一点点。你要先想好你滑的速度是怎样，开始慢一点点，后面可以快一点点。开始尽量用放低的，不要一开始就太快，这样姿势就会比较好看。对啊，一开始慢一点。
没有啊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嗯，等一下带我去看发生什么事。好，走吧，我跟你。你身体往后缩了，所以就跑掉了。我有看到你身体朝后了，所以我也准备刹车了，有点要飞起来了。身体朝前是一切的基础啊。雪变大，都帮他把草弄出来。那
是没有什么用，只是把它抽松了。现在是还没看过自己的套子，觉得好像还好吧。然后回去他就会哇哇叫说，哦，我怎么会叫成这样子？哎、欸，那你看一下我帮你走完了，我应该是颠到一个东西，我会吓一跳的。啊？我就知道不行了。哦。我看看。在下面，手机朝上面录。对啊，好哦，可以哦。这是刚刚的吗？应该就是飞起来了。哎、嗯，第一个 OK， 哎、欸，这个 pose 不是、欸，这是我吗？不是啊。怎么看起来好像我？颠簸了一下。好像之前的我 ，pose 超像。第一下是好的，第二下就开始歪了，倒了一下。对，就想。对，这样子就是上半身，上半身朝。那别的嘞？前一个应该不错吧，这是中午以前的吧。嗯，身体有稍微比较前倾的。欸，你的右手有低到快跟膝盖差不多，有很认真。后面稍微在线下面稍微看不到。对啊。还可以吗？还不错啊。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有蹲下的，你有弯腰的。你虽然有在闪，但是一开始你很慢，接下来这边就是岔了一下。你找不到我吗？嗯，摇了一下。从后面看。但是其实啊，你看这个雪道超大的，我们大概滑它二分之一那个弯，自然就会慢下来了。嗯。这下面的你要左半边还是右？一定是右半边。下去右半边。一定是右半边。我有跟在你后面一次。我之前有跟在戴美华后面一次，他拍對、啊、拍都就那边比较松啊。那边我要在哪比较好啊？啊，那边哦，那边你要走同样那条路的话，你就只能像我讲的那个，八字形小转。我不会下不去啦，我是说我要在哪里比较好。在哪里？反正你下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找你啊。不是啊，因为怕那个角度不好拍不到。哦。那一边哦，那边中间好像有一个，大概在正中间，因为最右侧那边是开始陡，后来不陡，所以，但是我怀疑他们有没有办法在卡在上面等那么久。他先坐着。你就在开始变陡那个你准备要下的那个地方等。先坐着，啊，他先下去。对啊，不然没办法帮你拍、啊。好。我要跟你挥，你好了就这样。我们会挥手，挥完手你就开始滑。好，我好，我们要好手机。好。哎、啊，我们这一套下去要休息了吗？我要休息吗？我是不用。两点，因为我的 double 开始起雾了。你要擦一擦。不是擦的问题，我觉得好像中间那一层，因为就是冷热的那个问题。还有中间？我擦不到，它是两层塑胶片啊。慢速，那你就吃钓鱼烧、啊。对啊，两点吃钓鱼烧时间。啊，那我快，我觉得好像才没滑两趟而已。什么？再滑两趟好了。才滑两趟而已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才滑两趟啊。
孩子好像都不见了、欸。早上的小朋友。对啊。不过现在这个卡那么慢，他们会不会在后面等着上车啊？有够慢的。刚刚你们到之前有一群小孩子，但没有很大群。四五个吧。正要录的时候变雪大了，看不清楚。还好啦，等一下又晴了。希望。那等一下我们两个先下去，我跟在鸡后面，然后我在这边先看你们在哪里。反正你在出发点等啊，那个出发点下面那边，坐着。好。哎，看这一个人的练习，他也在练小转，而且好像是日式的滑板。我觉得日式的滑板看起来也蛮顺畅。我是日式啊，不是。我们有事吗？我有。如果用 Sherry 式的讲法，那是加拿大式的。加拿大是纽西兰。加拿大纽西兰好像是同一个系列。然后，如果是左跳右跳，那个是日式的。好，我们先下去了，我们先下去哦。就是你摔倒刚要下去那一小段位置。刚上面那一块好像变粉了、欸，那这里等一下，出发点好像这里不行，要到那一条那个位置才行。那你在上面有没有搭住？对啊。人呢？往下。Go go go！ 有没有觉得变粉了？来，有没有觉得变粉了？那边呢、啊？那边的话，会拍不到你。你要尽量滑中间这边。那你要不要先过来这边？我现在这个位置。对对对，我先告诉你这个位置哦，这个位置出发，等他挥手、哦，我走了。好，你现在可以滑右边了。
好了。那是不是他压力很大？谁知道？没有，他滑，我叫他说中间，因为左边有线会拍不到他，我叫他滑中间。但是他中间，他不习惯吧？他觉得不安全吧？所以就摔了两次。好吧，走吧，我跟你。好。雨雪变超大的。对啊。其实它还不清楚。上面也变粉了。雪雾雾的。是哦。休息啊，直冲了。哎，刚好一对小孩子，直冲了。牛奶。
牛奶车，乳牛车。快笑！我想，是我记得。